即将在11月8号举办的议长杯拔河邀请赛，11月4号在台东县议会举行赛前记者会，议长饶庆麟介绍2014年的主题“千沟之战”的由来。我们连续举办了12届，它已经形成一个传统，而且它是全台湾唯一由公家机关每年在定期举办的拔河赛的活动。那我们引以为傲，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体育的活动不应该因为选举而停止，所以非常感谢台东县议会各位工作同仁把今年的活动持续的承办下去。到今年我们定了一个主题，我们非常高兴今年的主题呢非常的切合我们今年的这个中国的中国的感觉哈，传统感觉。我们今年是甲午年，所以呢我们就回归了传统跟历史，相信各位都接到了我们的武林帖，那么这就是回归到今年甲午年的传统，我们叫甲午千沟之战。在大概战国时代啊，那鲁班设计这样个沟墙的东西，就是让士兵们在海上在河上在做这样的一个攻防战的时候呢，用沟墙来勾住对方的船，然后来控制对方的这样一个这个船的进行方向，来攻打这个船。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叫千沟啊，千沟。所以呢，千沟是中国战国时代的一个战争的方法。那这个战争的方法在陆地上呢，也在做士兵的训练之用，就叫千沟啊，就叫千沟。那么陆地上的时候呢，因为没有船只，所以就在陆地上呢，就有两方的士兵来做互相的拉扯。所以久而久来，久来久来，就叫。不知道怎么了，就变成拔河了啊！秘书长陈建贤表示，这次总共有56支队伍报名参赛，包括社会男女混合组27队、社会男子组12队、机关男子组11队、挑战组6队。活动当天提供炒米粉和热汤，并赠送每一位选手纪念 T 恤。除了拔河比赛之外，税务局、政风处、社会处协办设置税务、廉政以及公益等宣导摊位，希望透过活动让民众了解相关的政策法规。卫生局及动物防疫所提供现场救护人力以及收容犬只领养、狂犬病疫苗注射和免费晶片植入。现场由林从汉议员带领的电音三太子团队和与会来宾比赛千沟，热闹的气氛中宣告2014年千沟之战即将开战。刘玉慧、刘日文采访摄影。